电子音乐创意无限，明星担任战队队长。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他？是因为他是他。你是什么？我扮 Gangnam Style， 带领一众明星队员。最强力的震撼 ，V2F，V3，等经典歌曲进行电音改编，重新制作，在舞台上再现光芒。汗水不会背叛你们。这个年龄上台的那种恐惧感。跳舞其实我很少跳，非常担心。真的谢谢你们。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感染，你会感觉到，会让你会有一种心跳的感觉。盖世英雄，周六晚上七点 ，TVB8。Super Junior 成员搭档出发，立特、立旭两个性格迥异。我真的好害怕。没事啦，做了这个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您好，我是今天的主厨，请问食物还可以吗？趁这样抓住以后，挤牛奶不能有奇怪的想法。我没有奇怪的想法，你去试试就会知道。你看到没有？我没办法进去。这里是心灵的药局，很棒吧？我走了。在瑞士进行启迪心灵之旅，互相了解，友谊增值。射击呢，肩膀和摆放最重要。做了什么怎么不能说？做了什么就说也有梦到你，所以更不能说出来。非得做到这个地步才行吗？一定要，一定要。为什么？为了我们的回忆。我会一直为你加油打气，希望我们能更亲近。李旭加油。最佳搭档瑞士非常游，周日晚上七点半 TVB8。北京家族餐饮老字号的传承人，再好的产品，您说现在谁家不宣传推广啊？咱们家呀，是小本生意，做不起广告。这就叫什么呀？恶性循环。与来自台北的空中服务员，先生不好意思，飞机要降落了，请你把小桌板收起来。我告诉你了，马上好，马上好。那个时候正好就很见义勇为的帮我解围，我就觉得他人还蛮好的。因相爱而闪婚，但异地文化加上婆媳问题，麻烦逐渐涌现。如何过日子？一共认识六个月零三天。那怎么了？一见钟情好不好？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，只要有心，什么都不是问题。我们可以跨越一切的障碍。嫁个老公过日子，周一至周五晚上六点 ，TVB8。